嗨嗨嗨呀！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然后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爬塔啦。然后今天是2018年5月17号，铁卫士金光神了。哦，终于玩到铁卫士，时间膨胀跟盾级 P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 ，Let's go。今天又全部金塔，没问题。之后我们现在没有，我们现在是要选一个一样，就是可以打比较多 boss 的地方。哎，对呢，为什么感觉今天的也是特别的少啊？是我错觉吗？有一条应该 OK 啦，走 ，Let's go。是你，双发这个，好，这里我们拿这一个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为什么那么多残暴啊？等一下，我不会打了，对不起，就先这样吧。这个直接吃掉哈。那一个我好像没办法，下一个回合吧。这个吧，好，这里我们拿，我觉得我们拿交锋好的，再上来，死亡收割吗？狂暴可以丢，那我先丢这一个，好，这里。我先丢这一个好了吧，先丢这一个吧，然后这个弄哈，好 ，OK 的，然后这一张，恶魔之焰，这边我们拿地狱之刃好了，那么再走自己来，给我 ，OK 哟，为什么是这一个啊？好吧。这里我们继续丢这一张，再吃掉它。好，那我再丢这一张，挖掘这一张啊，不能用，我忘记我该用了。祭品不要，我看一下，抱走。好，这里我们拿观察弱点，然后走吧，打 boss。这我们先用祭品，死亡收割吗？屌，我太多死亡收割了，我觉得我先丢这一张，再吃掉它，啊，这比较好。好，这我们先挖掘这一张，再祭品。然后我再丢，我要丢什么啊？丢掉这一张吧，再丢掉这一张吧。这全部都丢不出去，算了。好，这我们先用观察弱点，然后再用这一张，再这一张，这一个吧。打下去，然后这一张再打哈。接下来先这样吧，算了啊。等一下，那个就直接跳过了，狂焰。Go， 咋不用狂焰了？太迟了。好，芒果，这一张吧，疼痛。然后我们走上来，是你们。祭品先来，然后先用这一张狂焰刺掉这一个，那我们再用这一个。好，这里我们再打第一支刃好了，走这里，
让我们来打造。哇哦，这个感觉就好哦，我就把这个收上去吧。OK，开心小花花，我都差点忘记有顿奇币这件事情了，有没有？先把这个丢下去吧，那我们再丢这一张。好，哦，他那个恶魔形态换了一个头像嘞，感觉好酷。这打就34，我先丢这一张好了，这一张吧，先格挡吧，先用这一张吧，双发，试试看。OK。孙子兵法火之，这里我们在哪啊？撕裂吗？不用吧，撕裂不太需要。那我先喝啊，不能先喝，对不起。然后喝掉这一个，加生命，祭品，好多恶魔形态啊！我再挖掘它回来好了。吃掉它，再祭品。双发死亡收割，再打吧。好，可以。你打五下而已，没事。然后再这一张，OK。这边上勾拳吗？上勾拳，其实我们可以拿上勾拳，感觉应该不错。这里接死亡收割下去好了吧，好，这边的话上勾拳吗？上勾拳一只，再吃掉啊，好。这边。先这一张，这个打下去吧。再这一张，接翅膀算了。OK，这里不拿吧，算了，走吧。那我们再打造。我到底要把什么东西打造上去比较好啊？啊，好东西呀、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管，我们等一下一定要拿到那个。拿到那个叫什么啦？神话，对，神话，不拿到神话不行。然后还没有卖，好难过。这个吧，那我们先买这一个。OK，拜拜。老在，我们再把这个升上去。OK 的，Let's go，史莱姆家。我先丢这一个，先丢这一个吧。先丢这一个，这一张，全身撞击感觉怪怪的。再挖掘吧，再这一张，这个砸去，这个随便打，没差。这里的话。先丢恶魔形态好了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丢不下去啦，被打啦！先丢这一张，这一张，再祭品好了，再这一张，中路砸去，双发，这一张。好，GG 呀！我一他会杀掉他的吧？喂，他就莫名其妙的就这样不见了。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挖掘，发掘好了。这边变化升级，感觉很危险的说，算了，你给我圣旨之石好了。
走吧。好，我看看一个。一个，两个，打不到第三个，可恶！所以怎样都只有两个，对不对？那我走多一点休息站吧，那我们就可以把那个东西升上去，这样子。呀，你们一来就打我头痛，认真。这打得死他吗？打不死。我可以喝，喝一点，吃掉。好，自己先挖掘，挖掘你回来好了。呀，我先双发这一张好了。好。字体的话，先观察弱点。这用掉啊，没差。这先砸下去，再砸这一张我就砸不了这一张了，算了。OK， 放血，好啊，放血啊。我还说怎么走啊？走这里，我来走上来。嗯，走这边吧。幽灵牌失去 50% 最大的生命，好像可以哦。生命这种东西我还有办法补回来， OK 的。不用放血吧，我看一下，先丢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这一张砸下去吧。好，这里的话我先砸一张这个，然后再砸这一个吧。好，这里我们先丢这一张，再这一张，这一个丢下去，这一张丢。好，这里嘛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先丢势不可挡，再丢这一张。我要丢这一张，这一张拿回来啊！不行啊，我忘记了，抱歉，我耍白痴。这里先观察弱点，然后双发，这一张丢掉，再丢这一张。好，这里先。这次掉哈，不用先了。OK， 金属化，这手上来，这一下不要，这手上来，是狗狗们，完了，我先丢这一张，这一张先丢，放血丢掉，再丢这一张，这一张随便啊，上勾选。再这一张，好，还两只，先丢这两张，这个砸下去，好，接下来先观察弱点，然后再丢这两张看看，双发这一张，好，这个砸下去 ，OK， 没问题。这里的话再拿祭品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祭品。好，先丢这一张，这个砸下去。好，给你打一下而已，没事没事。哇，三三什么东西？这有事这有事。先丢这一张，再这一张。OK。然后接下来先挖掘，啊，不该挖掘，算了，随便啊。先拿这一个，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个砸他，这个也砸他吧。好，自己先丢这一张，
然后我再丢这一张好了。OK。好，这里的话我们先丢这一张，这一个，等一下我看一下挖掘，不能，还是没有我要的，挖掘出来的结果还是一样的，好，就先这样吧。他还是打我哎，为什么？你这个回合不是该乖乖的那个什么吗？等一下。好尴尬、啊，好，我这样子完全打不出来的东西，就先这样吧。在第一只，这一个先，祭品终于来了，终于，我先就这一个祭品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先砸啊，这个先砸你，我再祭品一下，这个吧，拜 ，OK 的，这边中忍，然后我们再走这边，是你，哇塞，先丢这一个吧，再挖掘回来，再丢多一次 ，OK， 再砸、啊。那我们再用这一个 ，OK， 好，这里先丢这一张飞踢，凯恩先来一个飞踢，怪怪的，打去吧，再打，好，这里的话，第一次来看看，完美打击，把这个打下去吧，好。这里的话先丢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好 ，OK 的，再丢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个先丢一个，再丢多一次，我再丢这个应该可以吧 ？Go， 好，没问题，胆固醇，胆固醇我们可以拿，再拿去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就不拿吧，不拿，走吧。是蛇蛇，我先丢祭品，先丢这一张，这两张先丢。要吗？不用吧。双发，这一张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先丢观察弱点，在这一张。双发这一张，有吃到，吃到就好。那我们再拿地狱之刃，这边唱歌碗来了，有唱歌碗，什么都好讲。先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，好。接下来先来这一张，再来这一张，这个先丢了。再丢这一张，28而已，我丢你看看，48，算了，砸掉一只先吧 ，OK， 还有两只，再来，我看看，死亡收割，打去吧，我先用到这一张。双发，这一张，真不行哎、欸，那个东西不能双发哎、欸，双发的话完全打不出来。先挖掘，这一张，好，我看一下哦。以现在的情况来说的话，先丢掉这一张，这个砸下去吧。好。剩你啦，再丢这一张，这个吃哈，吃不掉，哎，没有，算了，
吃不掉啊，各位观众。加就加二最大生命好了。那我们再走在这里，我们再把，我觉得我们把这一个升级上去要不要？还有一个挖掘升上去嘛 ？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又是花花。我猜你就丢错东西了，是不是？丢这一个，这样子就好。先这一个，这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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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 ，OK， 这里的话，这一张，这一张吧，然后再这一张，虽然说会被打，好。第一滋润，那个打下去的话不太好，先打这一个，吃它吧。有，主要是要加我们的那个，加我们的血量，然后再走上来，再打造吧。我上面应该打造完了，那好多东西呀、啊、喂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升恶魔形态好了。OK。走吧，劝退三人组。我想想，对啊，我喝一个胆固醇。胆固醇这个还打不上我们。我看看哦，先丢这一张，我还丢这一张，差一点点，算了，要被打啦，碰。这边的话，先丢这一张，再这一张，这个砸去，然后再丢这一张，这个砸你吧。哎，我应该砸后面那一只，对不对？可以啦。这边我们就用这一张，再用这一个，好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我看看哦，第一只头锤。为什么是头锤？好吧，我们往这里加入最大生命值吧。那我走吧。有捕梦网，那我们就可以睡一个觉。对所有敌人造成这一个吧。好。唉，最讨厌家伙，你好啊。祭品先来吧。这先丢，这再丢，再丢这一个祭品来，再这一个旋风斩，旋风斩。再祭品，再这一个，再祭品，这个先丢吧，先丢这一张啊，不对，祭品要先丢，对不起。哦，那我们可以先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先丢这一张。这个不能先用，不要想下，先丢这一个。双发，这一张，好，再这一张，这个丢下去吗？可以哦。然后狂焰吃掉啊，再吃掉啊。哎，都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吓你啦，兄弟。这边先丢这一个祭品。再挖掘，挖掘要回来，放血先丢。上勾拳先丢，虽然说对他目前没有作用，再丢多一次上勾拳 ，OK。然后我先把这一个砸去，补点血，再放血，然后这一个打去，再祭品。这个用掉啊，再这一张，一些花血打起，这一场也用掉，再用掉，壁垒我们有了，所以我们不用再丢壁垒，我再丢这一张，这个打起，
然后我们现在祭品吧。好，最满了是不是？呀，我再看一次哦。我觉得我先把这个打下去。要在 ，OK， 还不死哎、欸，好烦哦，算了。这里的话，先丢这一张，旋风斩。我先丢掉这一个，再丢掉这一个，观察弱点丢下去，再挖掘他回来，可以的吧？应该够了吧？再全部烧完，好，可以。嘿，能量药水可以用，我们先拿能量药水。自己的话，我们再拿这一个好了。那我们走吧，这里就拿这一个。OK， 时间，靠时间都讨厌，看一下哦，一。那边可以打两只 boss， 三只 boss， 但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哦，有办法走到，可以。那我们走两次商店好了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这里金属化，这打他不会死吧？那是随便打一只好了，走吧。好，挖掘没有东西可以挖，先丢掉这一张，这一个砸去。OK， 这里实体先，挖掘没用。这尸体用掉好了，有，再打下去吧。这个要先丢，这个先砸、啊。好，可以再祭品。这个看看，就飞梯好吧，算了，拜。再生药水不太需要，这种我就不拿。再加生命 ，Let's go， 神话有，有神话就好做事啊。一伤，其实这个还好哎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走吧。自己先，其实你们这样子让我好尴尬，我不知道是动物魔谁拿，等一下。所以拿一伤没有作用就是这样，因为我常常第一回合什么都打不出来。可怜的我，这个砸他们有砸的没砸死的，是这样。好，我先就这一看看，愤怒，这个呢，双重打击，那我先就这一个，那我再就这一个，再就这一个，好，那我被打了，痛，好。先观察弱点，死亡收割砸下去，然后我先砸狂焰吗？狂焰砸它没用啊，还在啊，但我们可以先砸掉一只 ，OK 的。好，还有两只，先砸这个下去吗？上勾选。然后我们再砸这一个算了，好，老男子要复活了 ，OK 的 ，Q 一点时间，先砸这一个，实体用掉它，再用掉它，这个砸下去，再这一个 ，OK 没问题，这一个吧，闪电，那我们再走吧。这里我们先丢这一张，再挖掘它回来吗？感觉没什么作用。
这个，那我们再丢这一张吧。好，然后被打几下，打五下 ，OK 的。这边先拥抱，再这一张，再挖掘他回来，再拥抱一次 ，OK。我看看，是以前第一支刃，再第一支刃，哦，有狂焰了，吃掉它，然后再第一支刃，飞踢吗？那踢掉它好了，呀，我先丢这一张，再第一支刃，再祭品，嗯。好吧，没有我要的，打下去碰斩，好，这边武装不要，我们直接加生命值，是商人啊，能力牌，好，你给我这一个，下东西我不要，拜拜。来，我们这边我们就升级神话，我神话在哪里 ？Go， 好。你们两个先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，然后先喝一下，这打你，再喝，再补就补这一张，因为我不想受生命伤害。好，这里的话丢这一张，这一个上勾拳吗？又上勾拳吗？我看一下，这个吧，然后再打这个，好。会被打两下，没事 ，OK 的。先丢这一张，再这一张，再这一个，挖掘他回来。先丢这一张，再这一个，嘿，下，嘿，下呀！为什么突然间打喷嚏了？再丢这一张，这个打去，这个打去，啊，再这一个 ，OK。这一个嘛，我们就丢什么东西在前面啊？丢这一个好了，地精之脚。这边我们就再加生命值，上来，疯狂拿来吧，反正不拿白不拿。然后我们拿到扇子，再走上来，不要 ，no， 这里这给你，好。哇，为什么是莱尼啊？那我先丢这一个，再丢这一个，这一个丢下去 ，OK， 这样就没事了。42什么东西？有事有事，他打我好痛。神话先丢，再丢这一张。上勾拳打吧，不打白不打。好 ，OK。这里的话，我先丢这一张，观察弱点。算了，先丢这一个，然后再丢这一张。好，要被打啦！这里我完全救不了熊猫，我就只能这样子啦。好。这个就这样吧 ，OK， 没事。当我要打的回合的时候，完全没有卡可以打。没有想过我感受吗 ？OK， 可以。红骨头，第50%的时候会得到三点的力量，可以卡灰，可以。这里的话，以血还血吗？可以哦，以血还血吧。那我们走这里，商人。买不了，啊！那花样百出吧 ，OK。再走，是你孤独老人，帮我摆出亮剑，恶魔形态，你喜欢血？挖掘他回来，天性，这个先丢，再这一张 ，OK。四。这一张，旋风斩这一张，
那在这一张，在这一个旋风斩他 ，OK。这一个，先丢这一张，我都差点忘记了。突破极限，再突破极限，再这一张，这一个，好，这个 ，OK。这里的话，先丢金属化，地之刃，残暴，势不可挡，这一张。呀，我不想用那一张的时候，算了，用掉它吧。好痛！我血量，真冰淇淋，哪里？呀，他给我的东西感觉 ，OK， 哇哦，这里我们就不拿，再加生命。啊，好像到不了啊！先丢疯狂。啊，就靠疯狂那一张。这个，在这一个，这一张，好，42，先丢这一张，疯狂先丢，残暴先丢，再丢这一个，8、9、10、11、12，可以哦，10、11呀，丢这个之前，我先把这个砸在你身上先，然后这个我先喝一下 ，OK， 好，痛，8加24，神话先丢，先丢这一张，这个，再这一个，这个没办法，再丢这一张，这个先丢下去吧，算了，好。试下 ，OK 的，11的哎，先丢祭品，我根本就是在拿血来玩，你知道吗？这先砸，这个先砸，然后再这一张11了，补一个12下去吧 ，OK， 9、3、27打不进来 ，OK， 这里神话可以不用丢了，一张。2张、3张、4张，哇靠，好几个弄神话，5张、6张、7张、8张，呀，开大招打去，打好痛哦！等一下，131是什么东西？111是什么东西？根本就死定了吧！131耶！我天啊！好吧，心脏长到1139，可以啦。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先到此啊。那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继续支持我和我的最新影片。哇塞，这有点酷啊！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到此啊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所以就等一下我看的第一名，900多，好吧。所以就拜拜。